第二十七天下午，由于大雨，我们的电脑定时，所以呢，直播呢一直迟迟没有开始。我们现在的我们的 Nick 呢，正在和我们的后方的制作人员在联系，看看从那边导播能不能去。现在现场其实有点困难，所以说今天到现在没有，还没有直播，不好意思。今天主要是下雨，下雨比较讨厌。对。